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I N O 的美音 Ernugan， 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的小游戏时间啦。今天来玩这款游戏呢，叫做《螃蟹之王》哦。那这款游戏的玩法有点类似贪食蛇的一个玩法啊，反正就是把你眼前的所能看见的东西呢啊，通通把它毁了，把它吃了，然后呢，还可以捡它路上的一些道具啊，进行攻击哦。那自己玩了个几天，还觉得蛮不错玩的，所以分享给各位哦。那这游戏好像已经很早就有了啊，它最早之前要推出在手机上面吧，那是个免费游戏。那老头现在是玩 Steam 版本的电脑版哦，然后也是免费的。如果你们有兴趣啊，可以下载来玩，不用钱，但是里面的商店是要钱钱的啊，所以说其实就有点类似像一般的那种什么手机线上游戏有没有内购制的。欸，这边给你免费，然后呢游戏给你免费啦啊，里面的道具要花钱钱，就这么简单。然后呢，现在我用的这一只螃蟹呢啊，它有个特殊能力哦，会可以伤害周围的那个生物哦。那每一只螃蟹都有它的能力啦，好不好？像是这个会防御啊，这个会钻在地洞里面啊，像这个可以瞬间提供 100% 的攻击速度与暴击啊。哦，这个会让周围的敌人被冰住啊，诸如此类的。然后呢，还可以获得一些强化道具。哦，反正这是一个啊，算是有点偏角色扮演的啊。然后呢，这边所有螃蟹的部分哦，你会看到真的非常多哦，琳琅满目哦。哎，目前呢，哦，我只有最好就抽到这一只吧，稀有。然后呢，其他都抽不到，这有点难抽。不过算了，没有关系，我们就废话不啰嗦啦，直接来开始。来玩这个游戏，然后呢，右边这个啊，我还没打到金牌，它这期是有排位赛的，哎，打到金牌之后会解锁，那我不知道可以解什么，不晓得。那左边这两个呢，一个是并肩作战嘛，哦，顾名思义这个名字四个字，就是只打 NPC 不打玩家。这个的话呢，就是玩家对玩家 ，NPC 也会在里面 ，AI 也会在里面，这是一个大混战哦。这个话会比较好玩。那这个的话是可以拿来让你捡每日任务的哦。像老头的每日任务，其中就有一个就是要收集凉鞋，再收集六个，我就可以拿到一抽哦。这个抽好像是可以，这个算是十抽啦，这应该是十抽啦。哦，不过没有啊，我按到哪一个？我好像按到 PVP 是不是啊？随便啦，没，反正我就进来了，给你们看一下啊，玩法是如何。那个人是觉得还蛮好玩的，而且可以组队，重点是可以组队。我有点大声了，吓死了。哦，这个是这个没有名字的，就是 NPC。哦，差点死掉。哦，这个箱子打爆呢，可以拿东西啊。哦，火焰瓶是你。看一下啊，哦，我们这附近有其他玩家哎，我们现在直接，这只好像有点强哎。哎，等一下，我选的好像是玩家。并肩作战啊，我现在打的是并肩作战啊。这个声音怎么感觉有点大声啊 ？OK， 那我看我拿了一个菜刀，有点可怕，砍爆他。啊，你有菜刀就可以以小博大，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游戏的打击感真的很棒啊，我真的觉得打起来真的很爽啊。然后要把声音调低，真的耳朵快要爆炸了，我的天啊，这样好多了。嗯，哦，掉一堆糖果啊。哦，像这一只，哦，可以用我的技能转转攻击把它打死，爽啊，超爽的，有没有？啊，附近有钥匙出现了。这个有点远嘞，然后中间这一只就是王啦，中间这只是王啊，打死它可以获得大量的金币啊，也算是不错，但是不是那么好打就是了，哎，真的不是那么好打。我们去下去看一下，已经有人捡到钱了，不是钱啊，有人捡到钥匙，我在讲什么？已经有人捡到钥匙啊。是谁捡到钥匙 啊？他捡到钥匙去了，算了，被他捡走了。哎，凉鞋捡起来，有没有？这只就是网啊！
哎、欸，千万不要招惹他，现在我们打不赢，想跟我抢啊！完了，救命啊！哦，吓死我喽，差点被打死啊，有点痛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打多人混战才好玩。哎、欸，火箭筒跟凉鞋，我看这火箭筒超猛的，有没有？轰下去就对了，是不是？哎呦，哎呦，哦，这个积分。哦，这是玩家，这是玩家，这玩家就不用理他了。我们现在是并肩作战，不能打玩家。其实我现在有点想要直接去打玩家、欸，哎，比较刺激。哦，那边有一个蓝色宝箱。哦，拿到这个，这把冰刀啊，这是冰杖吧？这个可以让他们直接缓速啊，这把不错。哇，这把可不可以挑战王？我们去挑战王好了，这可以敲死一下。我们直接过去挑战王好了，打不赢就算了，因为我想要直接切 PVP 模式了。挺酸哦，不要拿来挥它浪费啊！我要吃这个，找到了，好打不赢，我直接爆了。好，结束游戏。好，差一个，差一个。哎、欸，给三个啊，三个珍珠。我差四个。哎、欸，有了有了，我可以一抽了，我可以一抽了。然后呢，捡到金牌的话，可以来一个高级十抽，那还不错。没关系，我们先一般的四抽，来抽一下。排名收集。爱心珍珠啊，最多四抽目前。哦，这个抽完之后，他会给你一个28块新台币，然后让你十抽的奖励啊。我觉得我来买看看好了啦，我是都没有买过啦，想说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我能抽到什么。其实我之前蛮好奇的，来抽看看好了。反正才28块嘛，没多少钱啊。买，买起来，有。马上给一个稀有，28块台币，28块台币抽到灵蟹 S 稀有，这应该是造型吧？哦，岩蟹一只，糖果蟹，糖果蟹呢？屡试不爽，再来一个28块，哈哈哈。哇，抽到糖果蟹好帅啊！欸，这边右边直接解锁成就，已经告诉你会抽到什么了，你知道吗 ？S 零蟹，哇哦，超级稀有雪人蟹，好爽啊！啊，没了，可恶，太爽了吧！看一下糖果蟹，这个干嘛？向敌人发射糖果，缩小敌人。这能力感觉有点吊诡啊。然后呢，我们还有抽到什么？为什么没有抽到寄居蟹啊？寄居蟹它可以直接回血、欸，很好用哎、欸。只是回血就没办法做攻击这样子。我们还抽到这一只岩蟹，可以吸收护盾。我又按错了，靠！可以吸收护盾，再來是这一只。驯蟹可以遁地，在随机的位置出现，这是拿来逃跑用的。这个是拿来逃跑用的。原来如此这般。我们还抽到什么啊？啊，就是你了，这只是我现在目前最大涨的，将敌人击倒在地，造成巨大伤害哦。完。嘿嘿，可以拿来跟对手靠靠，来装一下这个拍手伤害加200趴哦。先来装个，哎、欸，这攻击加6趴是直接加哎、欸，减少伤害8趴，这好像是活动送的攻击力好了。啊，这个皮肤没办法哦，我们用这只碗，王者争霸战，嘿嘿嘿，好爽啊！可是我应该要先好好的，先让自己的体型变大，会比较好打一点，血会比较多。
不然的话一开场直接被虐爆。这边还有很多道具啦，我都不用啦，因为我觉得就不必要。好，现在打这个，一开始就被打死了。啊呵，去死了！你去死了！哦，海鸥哥，嗨，你好，海鸥哥，又见。哇，我这招原来是连续打击哦。哦，我又死了，算了，还是拿个武器比较好打。哎呀，这次其实蛮想在连续打击打地板呢。哎，干，会死啊！差一点，差一点，太硬了吧这里？那不就好像在我斧头打他用斧头？哦，就这样，就这样，非常好。有点猛哎，凉血凉血。我们好像快来不及了，还要三个凉血，捡得到吗？我们赶快先让自己强大一点，多砍一点海鸥。哎，咚咚咚咚咚咚！哦，这次技能非常不错哦，我被海鸥围殴了。哈哈哈，我们现在这个右上角显示的尺寸呢？已经快要突破50%了，看这玩家，他第一名呢、欸，那只螃蟹第一名，我要小心一点。我现在手上没有武器，我不想跟他玩了、啊。这边有一个，要不要直接把他干爆？不过那只螃蟹的能力我不知道是什么哎、欸，因为他穿的造型有点分辨不出来。他在哪里？哎、欸，不见了哎、欸，他跑去捡钥匙了。哎、欸，玩家。不好意思啊，Ghost 跑走了。哎、欸，他死了，他冲出去然后死掉了。哎、欸，有盾牌，捡一下，捡一下盾牌啊！好笑哦，我们还差一个，这解得完吗？还差一个凉血啊！夹脚拖鞋啦，那不能讲是凉鞋，差一个夹脚拖鞋。哇，好多好多！我靠，被他捡到火箭筒了，临别报仇，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哦，凶欸，哇塞，一捡火箭筒马上。翻脸比翻书还快啊！我的天啊，被 NPC 给救可啊！最后一个凉鞋，耶，解完了！哦哦哦哦哦！哈哈哈！看这只好强啊，这个王不死泰迪耶，好可怕！我现在没有武器跟他玩啦、啊，不死泰迪，太可怕了，不死泰迪。我要多捡一点武器跟不死泰迪对抗啊 ！Oh my god， 差点死，差点就被他轰掉了。这个可不可以？不行，他有开防护罩，他防护罩三不五时开启啊！一靠近他就开防护罩，玩屁啊！可怕呢！等他防护罩消失，趁现在，好，我死了，谢谢大家！我要玩下一局了，这一局人太少了啦。这局人太少不行，我要再重开一局。结果还是这里啊，看来没办法了，人数就是这么少。好啵，拿到了黄金香蕉这样子。我
人数还是一样少少少啊，少的可怜啊。有的时候人很多啊，可能现在是处于那个什么平日上班上课时间吧，我一直这么想啦。昨天晚上玩的时候人真的很多啊，最多20个人啊，气死吧你！靠北啊！这家伙冲过来直接把我干死，他妈的！你就不要等我等级大直接推翻你，我跟你讲。啪塔是不是？好，我已经准备要复仇了。林北准备要复仇了，先把这只弄死。笑死，欺负新手，没关系，我慢慢来，我一定要成为最强大的存在，我要拿下第一名。咚咚咚咚，哪一个比较硬啊？感觉这比较硬欸，可以挡15下。哦，我错了，我跟他之间差太多了，我跟他之间差很多。他54万啊，53万啊，我才3万8而已啊。不过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机会赢，只要我拿到火焰枪，他就死定了。讲真的，如果我拿到火焰枪，他真的是 GG 的，你知道吗？他现在往左边走了，我想要去左边埋伏一下。左边上面有一把枪，不是一把枪，一个箱子。那个箱子希望可以拿到火焰枪，拿到可以跟他慢慢玩的。看一下这个箱子有什么？散弹枪啊！散弹枪其实没什么伤害，老实说，但是可以远程先发制人，换下来好了。15发。嗯？啊，他怎么不见了？他怎么瞬间隐身去了？第一名不见了咧，我看到第一名了，在那个地方。火焰枪，谢谢。有了，有火焰枪了，可以来跟他玩一下了。嗨，你好啊！马上拿到第一名，成为帝王蟹，笑死！他马上挂咧。他马上被我打下去啊！太好笑了吧？哎，他不见了，他应该是没有命了啦，他也没有命可以复活了。看，有够爽的，马上占地为王。现在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敢弄我？啊！现在已经，我现在已经顶天立地了。我告诉你，哎，那边有个宝箱。那个宝箱我记得可以开出不错的东西啊，在这里啊，可是好像要钥匙、欸，我记得有一些宝箱是不需要钥匙的，好吧，慎重起见，先去捡那个钥匙，干什么干什么？这边只有我可以捡东西，哦，拿神秘香蕉敲你，钥匙在哪？钥匙在这里，捡沙小，你是捡沙小，说你可以捡钥匙是不是？好，我去捡钥匙了。想捡钥匙啊？门都没有吧？这个是我的了，我要拿去开宝箱，谢谢。哈哈哈！笑死！
我来去捡钥匙。好，来去开宝箱，不是捡钥匙，来去掰开宝箱。哦不！靠背啊，这个头目，还有拿火箭筒的小兵是怎样？干林北的钥匙。差一点，他还拿枪吗？他还是拿枪。继续。啊！结束掉他了，差一点打不赢，有够难搞的。不行不行，我还是得拿宝箱。宝箱在上面，我要去了。哦，一捡那个。吃到香蕉成就，啊、不是成就，每日任务，我每日任务好像解差不多了、啊。鱼罐头找不到啊，干什么干什么？还想打我？哈哈哈哈哈哈！那蹭蹭自己的斤两吧，还想跟我比？门都没有啊，这对讲机是怎样？完了，现在一大堆人想要杀我啊！宝箱在这里。好，我拿到了一个神盾，29的神盾，有点硬哦。还来啊？不好意思哦，我拿到神盾了，你还是去死啦！看他真的想杀我哎、欸，那个 Julie。那个叫激励是不是？管他什么的，你想杀我哎、欸？因为我现在是最强的嘛。我现在已经称王了，虽然这个地图上面只有五个人，包含我，但我还是个王，我还是一样是 king 啊！不得藐视我、轻视我，懂吗？不能轻视我，哎、欸，看到就跑是不是？嗨！哈哈哈哈哈 ！Hello， 路过的哦，路过的咖喱老师，咖喱老师，嗯，完全就是把他吓爆啊！我告诉你，笑死，好好玩哦，这真的是一款输压游戏。我跟你讲，这可以组队玩哦。就是按下面这个啊，就是你首先你要先去加他的好友，加完好友之后呢，啊，然后呢，你一个其中一个人先进房间，然后另外一个有好友的再加入游戏就可以一起玩了，很好玩，可以一起揪团去打玩家，像这个叫龟吉的，看到我就想跑的龟吉，不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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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还想跑。不乖啊啊啊啊！他、啊、是什么？笑死！啊，不乖就打屁股啊！你们听过清脆的啪啪声啊？大概就是这个声音啊，好不好？啊，这边有个箱子，就决定是你了。好，我被弄死了，谢谢。好，没关系啊，反正我已经称王，我已经玩腻了。啊，我们下次再称王。然后现在人变多是怎样？啊，我直接让位了，好不好？哥直接让位了，行不行？啊，现在已经17级了，再升一等。哎、欸，我又可以再抽了，太爽了吧！再来一个10抽啊，各位，各位，我们再来一个10抽啊！耶！哎呦，哎呦！哎呦，雪人血！哎呦，哎呦，哦，这个技能的，好，就这样子。香蕉蟹这应该是造型。好啦，今天差不多试完先到这里啦，就是这么的赞。哎、欸，还可以再一抽，哦，是4抽啦，不是一抽，抽完了，哦，又可以买了，来氪起来，一次28块啊，很便宜啦，30块铜板价。铜板价花起来，这样我这花才100块而已。叮叮，有没有中？
没有传说，再一次。28乘以4，我今天买了4次嘛。我才花80几块而已啊。没有中螃蟹，之前都会中两只，怎么这次没有了啊？可惜了。好啦，就先这样子啦，我觉得还不错玩啦，希望大家会喜欢，好不好？那推荐给各位，免费游戏自行去下载，自行去玩，就这么简单。好啦，一样喜欢老头的频道呢，记得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呢，游戏小游戏试完再见，再见，拜拜。